咁今日呢個 campaign 開箱咧，你覺得點咧？誒，可以發曬成個全裝99蚊，超值！Hello， 欢迎又到 OnPod 潮日游，又是我骆驼啦，仲有 Misu 仔仔，系咪好耐冇同佢见面呢？今日咧，我哋咧就系、是、咧要开箱呢个重本清嘅噔噔 Camic 嘅福袋，只系卖咗99蚊咋？睇翻咧，我咧去重本清嘅片段，我系咁意咧就拍摄咗少少，而家去片先。咁嘅 camera 福袋開箱 ，Misu 你都好開心，我好開心啊！依一個咧就係咧我朋友買翻嚟嘅，咁朋友咧就喺個鏡頭後面啦。Hello， 因為咧我就唔知道咧依啲化妝品嘅嘢係咩嚟噶嘛，咁就麻煩咧我逐一開箱咧就需要一個聲音導航去解釋一下依一個 camera 入邊究竟有啲咩啦。一袋嘢其實就細細袋嘅，哇，好緊張，而家開箱啦，哇，開咗啦！Camic 福袋入面咧就系咁噶啦，咁包住咗咧，入边咧应该咧就有八件货，如果我冇睇错嘅话。哇！第一样就系呢个啦，系口罩套啊。第二样竟然系笔一支 Camic 嘅笔。好啦，第三样我开始唔知系咩啦，依个系咩咧？请问，噔噔，请问系咩啊？呢个香水膏啊！香水膏，香水膏入面是怎样呢？就是噔咁样嘅，咁就大小咧就系咁样啦。嗯，哇，好清香喎 ，OK 喎，仲未清清嘅几好啦，有香水膏。到第四样，呢个我知啦，噔噔，化妆水系咪都 Made in Japan 嘅咧？又睇下先。哦，呢个 Made in China 嘅，所以呢个系胭脂手，咁我觉得几靓嘅。毛咧。是粉紅色的喎，哇，幾舒服喎！雖然我不用，但大家如果喜意都可以考慮一下，我覺得都幾抵喎。如果咁樣，因為我覺得掀開兩樣嘢，99蚊買到都不錯喎。第五樣是咁樣，噔噔，咩啊？粉餅。粉餅咁咧就話無香料珍珠唔知乜乜乜乜肌膚防 UV 咧透明感嘅，咁我又開嚟睇下咯。正常咧買一盒依啲幾錢咧？請問？呢個我睇過。有一隻是138蚊。哇，哇，好靚啊！咦，死一反射咗屋企啲。嗱就係咁樣嘅，黃綠色咁咯，真係好靚啊！好靚啊！138蚊嘅粉餅喎，掛值。咁而家99蚊咧嘅其中嘅件貨品。好啦，到第六樣嘢啦，就係呢個。嘟嘟眼線筆，咁就係一支0.5嘅，咁我唔識分0.5係什麼意思啊？幼啊，幼啊，定係顏色啊？幼新就係咁樣嘅，噔噔，咁正常一支 Camic 眼線筆大概幾錢到咧？都要70-80蚊㗎。哇，70-80蚊，咁呢度其實我而家咁樣開箱已經係幾嚿水嘅嘢。我覺得咧，如果你去重本星仲見到呢袋嘢咧，必買啦。即搶啦！嗱，人哋都話即搶啦。第六樣，噔噔，睫毛液。咁啊 ，Camic 入邊咧都有呢個睫毛液嘅，咁都係來自日本嘅，仲要係2014年呢個咩咩金獎啦，攞獎嘅。哦，咁其實一盒咧係咪可以化曬成個妝啊？佢呢一 set 應該可以化曬全妝。就係咁樣噶啦，係啦，我相信咧你係化開妝嘅人，一睇就知係咩嚟啦。咁我就唔係好清楚 ，sorry 啊。好啦，到最後第八樣啦，第八樣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。噔噔眼影是不是直接喂大地色啊？呢啲系大地色嘅眼影啦，我唔识分咩叫大地色啦。咁总之就是眼影一盒。咁呢度最少咧，我八样嘢开完箱之后咧，变有6-7样嘢都系 Made in Japan 嘅，即系除咗呢啲咁无谓嘅笔同埋啲口罩套啦。咁你会唔会用啊？呢啲我想问一下。唔会。唔会啊？咁不如送俾我咯。好啦，多謝大家今日咧就睇個 Camic 嘅開箱啦。咁對重本清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咩睇法呢？喺觀塘咧已經開咗1號店啦，而沙田咧亦都開咗2號店啦。相信咧將來咧
因為香港周圍都可能會有重本清，而且我去完咧，真係覺得咧入邊咧其實有 80% 嘅貨品真係同日本係一模一樣，所以大家咧係值得去嗰度買嘅。而大家咧最關心嘅藥物咧，例如嗰啲咩傷風感冒粉啊，咩胃散啊，甚至乎係嗰啲止痛藥啦，最重要嘅嘢咧，其實佢暫時未有嘅。不過我哋亦都問咗藥劑師啦，佢話相信將來咧而家處理緊啦。是真的會有得賣的，很多東西都開始不需要真的再去日本賣了，大家都可以在香港享受到這個日本藥妝。大家去完告訴我有什麼值得再買或者什麼特別東西，甚至乎之後我會拍片再去那裡看一下。那今天這個鏡面開箱你覺得怎樣呢？可以發整個全裝99元，超值，是可以發整全個全裝99元，超值。那這裡大概有多少錢啊？500元左右啦，99元可以買到500元嘅 Camic 化妝嘢，真係超值啊！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咧你中意條片咧，就分享俾朋友啊，俾朋友聽 Camic 松本清呢個福袋真係好抵買，喺香港咧都可以買到啦。最後咧 follow 埋我 IG， 好啦，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